好不好？那大家知道呢，一般的贵妇呢，喝下午就是下午茶的时候，就是喝咖啡聊是非。对，那就稍微贵妇不一样。然后哪边不一样？他们会相约呢，一起练鼓。练鼓是哪一方面的鼓呢？中东鼓哦，一样也有那个阿拉伯，刚刚所有介绍过的铃鼓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哎，没错。那所以他们三位呢，就成立了皇后手鼓三重奏。那今晚呢，就让他们带着我们徜徉在热情的洋溢的氛围当中。好，紧接着介绍团员。那让我们欢迎杜凤仪、李淑芬、林纯真、黄周信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掌声欢迎他们精彩的表演。
非常谢谢三位贵妇与型男大主厨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哇，这道菜真的非常的美味可口哎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那下半场刚开始，大家还开心吗？开心。对，大家要热情的回应我，因为接下来的节目真的一个比一个精彩。紧接着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是玉山菊园合奏团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半场节目有一位叶品红叶教授？对，就是帮十八铜人是他的忠实观众那位教授。那其实他呢，就是带领着玉山菊园合奏团呢，带领就是表演这个铜管五重奏。那其实教授不止人帅，然后又有才华，同时真的非常的有爱心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超有爱心。感觉你有非常有同感耶，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吗？真的说来话长哦。今天小妹因为胃痛之苦，差点没办法再上台主持。那因为真的，那叶教授呢不畏风雨呢，帮我出去买胃药。哇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他居然就这样冲出去买药。真的很有爱心，而且很照顾我们剧院每一个家人。真的，那人帅，心更人一样帅，心更人一样帅，这样子。对。OK， 那听说呢，铜管五重奏带来的表演呢，其实五位都是帅哥哎，非常帅，而且又高，又高，对，身高非常平均吗？差不多，我刚刚看过一下，也把了一下，都差不多高，所以在我们眼中。教授的身高其实是大概180，对，所以他重重没有，对，没有平视他过这样子。那听说他们的越帅跟智商越高的，好像都会坐中间哦。对，没错。那等一下坐中间的应该会，该不会是大家自己期待一下了，猜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紧接着就掌声欢迎玉山菊园合作团带来的铜管五重奏，谢谢。Ooh.